欢迎您接着带您来看到樱花，现在又到了樱花绽放的季节。嘉义县阿里山邹族的圣山小塔山下，有一处堪称是嘉义山区秘境的寒溪呢。园区里头栽种着不同品种的樱花，其中有一个是台湾极为罕见的福尔摩沙白樱，现在正盛开着，而且还布满着红桥边，非常的美丽。现在也透过了空拍镜头，带您来远眺海拔1500公尺的赏樱秘境。